今天你们绝对没有看错，我们请来了这一个国际知名的化妆师。而且我发现到这一位主持人呢，一直在偷笑。马云不爱钱啊，谁爱钱呢？对不对？这精致马六甲啊，这个两位主持人的内涵真的是非常棒，所以的话你们真的是要多多收看一下。因为真的很漂亮哎、他们讲我今天像法国，真的是好美哦。真的是很好看，我觉得很有庄园的 feeling。来，我们两个拍一张。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造型赞助是来自 M Nicole 的化妆师，哎，嗨一下嘞。Hello。我叫 Miko。Miko 是我们的这一个精致女王的这一个服装赞助。然后最重要就是非常尽职，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给我们主持人准备了八个造型对吗？这是绝对我没有见过的，九九180%没有见过，可能我自己都没有见过我自己。当当当当，你今天带给我们女王们怎样的一个内容？就是打造一个可爱的造型，就是以短发为主。我要跟你们讲，你们很多人呢看到他呢是在台上看到的，今天他从台上走下来，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，锵锵锵锵 ，MC Brian， 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兴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讨论我很想讨论的一个话题，真的。什么话题呢？我就不先说。准备很多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就为了这一场节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黑眼圈。哦，还有那个美容师有，那个化妆师有帮我补了，没有关系。OK， 我们一起期待他，一定要锁定我们节目。拜拜。现在感觉真的非常开心的，哈哈！因为今天真的是来到这里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又可以变到这么漂亮，真的变精致掉了啊！真的非常感谢精致女王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妮蔻姐姐。OK， 为了今天的这一个等下的访谈是做了很好的准备，对吧？对，我老板三天三夜没有睡，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哟。大家看到的这位是我们的嘉宾之一 Kevin， 你好。然后对于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录制有什么感受？专业咯，因为有该有的都有嘛，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录制节目。叮叮叮，你已经录完节目了，这次录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，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嘉宾都很有内容，所以他们讲的东西也很有层次感，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来录制感觉怎么样？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被两位美女主持人受邀请 ，OK， 然后我们今天谈得非常开心。OK， 来你们 ，Hello， 我也是非常开心，也是因为你们跟我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观点啊，或者是甚至是很像我父母会跟我讨论的东西，这样就很开心的。其实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本身是第一次录制这样的节目啊。然后其实今天探讨这个话题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。老师讲一下我们的节目组给你怎样的一个感觉？哇，非常的专业啊，真的。因为我来到了，灯光啊，全部啊，大家的设备啊，背景啊，都是很有那个感觉，很有 feel 的，真的。就是一个节目来讲。都是很美，然后而且是有关于女性的一些讲解嘛，那种粉红色，哇，非常的好，真的。很多人讲我的 V 弄好了，来继续同一个板凳呢，就你帮我讲一下啦。不会呀、今天感觉超级不一样了，请这么多个美女在帮我们化妆哎。是我要给镜头看一下美女，第一是文倩是吗？啊、M Nicole 的。Nicole，我见这个也是录进去，因为你叫 Nicole。对哦，因为你们 M Nicole 的名字太扯小，一讲就进去我脑海里面了。今天走的风格是属于比较大众风格的，比较特别一点点的颜色，就会比较少用到的那种黄色啊、橘色啊那种。哇，这个可是会很重手啦！哇，当真是百变女王了。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M Nicole 哦，真的是很专业哦。我们一个主持人基本上是有两三个化妆师。叮叮叮，你看，看我这身造型，还有我的这个头发，妆容是来自我们的 Tracy 小 M Nicole 的 Tracy 小姐。你觉得今天的第一次配合有什么感觉？很愉快，你一定要讲，多多合作。OK。
其实你也很喜欢。